你人年年苗栗榜亮，内力发通，人家初五到初六分别到南庄、同头峰、顺庄，同苗栗县三千天气的榜亮，结合的南庄、满山、暗江的景色，还有头峰是松叶叫不起，现从乡的当当民众去看。大家都讲苗栗榜亮色彩很精彩哟。来自苗栗世界两米两区入到南庄的运昌局同主神行太里，苗栗市公所表示，也是苗栗榜亮顺庄特别安排的庙方的场次，神龙参拜以后，在塔上奉布的插上金花，神力在加持，都民间人两位很看有力量。太咧跳咧动太跳太太迷。参拜过后，向量来到过年期间，当到游客来了解南庄路的现场民众看到也向量人起来当讲当好看，全部注意答数。在一样最人最多的地方来做个宣传啊，希望同一客家的文化继续传承啊，伊不要等人客家了解人家客家的文化哈。当然，也是推人家你人你你哦，没有帮量来做一个广告。对啊，你头份哦，真人家青岛的店家哈，尤其啊你帮量去来的时间哈，真人要带动啊你地方的繁荣哈，也非常的繁荣啊你帮量来啊你的头份。听听帮量顺庄，每来到头份时，在青岛夜的市中心举办。顺庄演出，咪带来当时看到嘅传统嘅送粮飞，两面向粮相互对拜，穿上穿下，人讲看到呀送粮飞嘅民众，为鬼年嚟当好运，向前做来迎接好彩头。很精彩，没有看过那么精湛的，很开心，很喜气。帮两队的发通唔但请安样诶，苗栗市公所表示，接下来除旧早晨会举办开讲点目同迎龙比赛，所以在苗栗市计划来进行面向迎接。生意安步就有帮两之一，十七人一组发两翻天，非常就有上个嘅防疫措施，希望在庆迎节的贵天下，传承一项苗栗漳游嘅客家盛事。客家新闻总主编苗栗报道。